这个看着感觉比较舒服。太暗了伤眼，行吧行吧，我是眼镜仔，不能伤眼，我是眼镜仔，得爱护眼睛。护眼模式，一把抽象护眼模式。你的混
哎，养个猪，养个猪，建模值钱呢。只能说建模值钱呢。我差点钱，黑切要差60。这石波线，皎月这波应该不至于继续来上路了。混沌只是短暂的试炼而已。和我一起，让宇宙臣服。哎呦，卡了！乘胜追击！哎呦，修歪了。破个海子，直接越了吧，守得了我一点啊 ！QQ 不解释连招，扛塔扛了10000多的伤害，我操！这皎月怎么杀起来了？我这把不会得出个寻邪专防的皎月吧？哎，好烦啊！这个我有点想喷他了，把他先要静音一下。我有点想喷他了，好恶心啊！这个小法开局点到现在了，他点这个信号他是无脑点的，你知道吧？烦得很，我操！这个信号这个声音很聒噪，他是连续在那边一直点撤退，巨吵。信号这东西点个2下就够了。我想回家，不想出差了，陈哥，不行啊，厉鬼，不干活就没饭吃，不干活就没饭吃，直接做掉，他没闪，我是风暴，哎。哎呀，打边跑拉回来了，我最需要平 A， 他妈的，还没出刀，还行还行，被他砍掉了。放先锋，放先锋，直接放。这把我可以出拖箭者呀，这把不是非要打团，这泰坦一个点牛魔呀。拆，继续拆，继续拆。直接把门牙都拆了，来再拆再拆，哎呦，先锋不行了，要剑圣死了，拜拜，我有点事先走了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他怎么还把皎月砍死了？他那么变态吗 ？OK 的，就这个门牙这个情况，这把直接出破剑者了。